大结局，鸡飞狗跳的神仙日子。你心里有鬼啊？怕吓死我了！这大晚上的，怎么又不睡觉啊？师傅，真没想到青阳居然那么生气。话说回来，这都怪你，师傅，你干嘛不拦着他呀？所以现在无论如何都要向着我才对。讹到我头上了。丫头，你又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想必你现在大约也是生气的，那我就痛快的对打一顿，将恩怨两清也爽吧。没良心。就别生气了嘛。我可不要耽误你这正事。丫头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何人上？看好他！哎，阿旭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说你怎么这么无耻啊？老是喜欢人多欺负人少，这人比你话还多。说完了。去。果然学完丑心里舒爽些。你穿的太少了，着凉了。你师傅这身子可真是个美人，风一吹就破了。还说什么神仙般的日子？有这小兔崽子在，以后咱们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子了。不是师傅不想帮你，师傅爱莫能助啊。我才不会上当，定是有人忙着谈情说爱。